次我们在试戏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段小姐，我跟你说，这一场戏要怎样怎样怎样，你们知道怎样怎样。”就这样打，蛮劲的。不扎布，不扎布，不扎布啊，不扎布啊。他在把控戏剧人物和戏剧这个结构上。一些喜剧的一些点，他是想得很清楚。走吧，啊，师傅，走吧。我空虚公子有自己的风格。没有想到这一次可以在这么近的距离，看到他本人，然后他教我演戏，然后跟我讲剧情，就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很不可思议的。我不是要这个，我看这右下。我要的是那样大的。